韩国女歌手海秀在5月12日逝世，年仅29岁。韩国传媒13号指有女歌手在5月12日被发现在家身亡，警方在现场发现手写遗书，初步估计有轻生的可能性。虽然警方没有公布身份，但网民已经猜测可能是歌手海秀。去到15号，经理人公司证实死讯。